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我们庆祝圣方济沙勿略的庆日。圣方济是耶稣会士，西班牙人，千里迢迢地来东方传教，包括马六甲。那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总书院是奉圣方济为主保。那今天我们在祈祷当中特别为我们的修生们祈祷，求主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宠和力量，在他们的这个圣召的旅程中受这个圣人的护佑和转导，使他们坚定地追随主的圣召。弥撒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向上主表达我们的忏悔，祈求他的宽恕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生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主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主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曾借圣方济沙勿略的宣讲引导众子民归于你，请你赏赐信友们都充满圣人一样的信仰热诚，好使教会在各地迅速扩展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为一天主，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至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我若传福音，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假使我自愿做这事，便有报酬；若不自愿，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。这样看来，我的报酬是什么呢？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的去传，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。我原是自由的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，为赢得更多的人。对软弱的人，我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赢得那软弱的人。对一切人，我就成为一切，为的是总要救些人。我所行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福音，能为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列国万民，请赞美上主；一切民族，请歌颂上主。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主说，
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哈利路亚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古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要判罪。信的必有这些奇迹伴随他们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，也绝不受伤。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可使人痊愈。”主耶稣给他们说的这些话，就被借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他们出去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所传的道理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的福音有耶稣给门徒们的训诲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。那么保禄虽然不是十二宗徒之一，但是他却像其他的宗徒一样，在耶稣升天以后，宗徒们到处宣传福音，保禄归化以后也到处宣传福音。而保禄在今天的第一读经里面特别提到，传福音为他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，是他热切期待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他不做，他反而觉得就是很辛苦，觉得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他以传福音为他的使命。在这些早期的宗徒之外呢，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这个传教士，他们不怕艰辛万苦，长途跋涉，到处去宣传福音。其中就是有今天我们所纪念的圣人圣方济，原本是在西班牙，年轻的时候很有学问的一个人，想要做律师，后来受到这个圣伊纳爵的熏陶，伊纳爵常提醒他，如果人赚得了全世界，丧失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好处？所以这些话触动了这个圣方济沙乌列，后来他也跟随了这个圣伊纳爵，成为耶稣会士。之后呢，他就奉派到东亚去传教，来过的地方包括印度、日本，还有的马来西亚。后来想到去中国的时候呢，在路上呢，他去世了，在三川大。那么圣方济的这个精神启发了很多其他的人。那么我们近代的就是新加坡来这里传教的，有这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这个神父们，有这个爱尔兰的耶稣会士，有从法国来的修士会士，然后有从澳大利亚来的耶稣会等等，他们把这个信仰带到了新加坡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。不过当我们纪念这些传教圣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要纪念怀念说他们做了这些丰功伟业，更重要的我们也提醒自己，我们都有责任要把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先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所接触的人，用我们的行动、用我们的言语，把耶稣的好、耶稣的美善、耶稣的仁慈、耶稣的宽恕、耶稣的爱带给这些人，使他们也能够因着信仰耶稣，生命有所改变，那么他们后来也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。愿我们彼此代祷，彼此鼓励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
上主万女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接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在今日圣方济各烧物列的庆程，我们献上礼饼，求你收纳，并恩赐我们效法圣人，不辞长途跋涉，拯救灵人人灵，为福音做有效的见证，引领众人归向你。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世代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借着诸圣人惊奇的信仰，使你的教会不断革新和成长，并给我们提供了你深爱世人的佐证。你借着他们接触的榜样，激励我们追随基督。他因他们日程的转求，帮助我们做你救恩的生活见证，为着我们随同所有的天使和圣人欢欣颂扬你，高声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你。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请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学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请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请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请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、她的敬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、圣方济沙乌列、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
才敢说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请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请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而救助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曾以圣体圣事燃起圣方济各的救灵日火，请你也同样激励我们的心智，使我们现世的生活更与我们的圣灵相称，将来协同圣人共享你为宗徒们准备的赏报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传福音去。
感谢天主。